多謝同事，多謝市民，大家都眼紅。好憤怒，好唔開心，好個人係好咩啊？即係實情係，其實係空白，即係話點解會搞到今時今日？係點解香港冇咗蘋果咧？而係我哋嘅最後一日嘅出版咧咁樣，因為係即係話係代表，即係話相信香港係已經係開始冇呢個新聞或者言論自由。感覺好心痛咯，好心痛咯，咁就唔應該咁樣完結。你都見到啦，咁多同事都喺度留守啦，個個都好盡忠職守啦，咁就係咯，咁我哋咁多員工都可以嘅 ，OK 嘅，我哋會係咯，照顧先好照顧自己先啦，同屋企人啦，呢個最緊要。